做人要潇洒一点。龙在干嘛呢？这是需要方法的，我来帮你。看到没，这是需要方法的。好啦，不要生气了。喂，哎，小心点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！啊！这年轻人，我操！来了，嗯。你擦干净没有？马上好了，再。有人。你干啥？我让你用普通的。你还能干点啥？幸好这边有加工锅，要不然就没得玩了。哎呦我的妈！这也不是，把那机器拿去给我，小心一点。哎呦我的妈！这你别笑。啊！大哥，我帮你啊！
叫像精神病似的。铁子们，我做的对吗？觉得我做的？哎呦我的妈！